你免感觉我，我只是无想要结束不去。等咱出去了，就算我你想要放脚行路线，我嘛袂管你的。我要咱家己行，敢反开！ 你那熊变啊，这样好累，这样不了啊！啊，我知影，你是不是惊我真正会甲你等伫沙顶，无爱送你回去啊？放心，不管安怎讲，我是检察官，我让人受我一个，我安全送你回去。对，我要尽量袂阁找你的麻烦。 就安尼尔。哎，我为着要求你，连中昼拢还袂食着挂过来啊！你要食啥？我吃。啊，搁有阮同事，嘛有斗三工找地点。 好，杜姐，你若是想要请你的同事，好，我给我开一拖大来，我得照办。嗯，啊，等过伊其他的代志。好，啊，搁有西装的干洗费，而且对待为着要救你出来，啊，我腰酸背痛。哎呀，你真正无礼貌诶，袂当甲查某囡仔安尼讲诶，你敢知？伫我心目中你也毋是查某囡仔。啊好。 腰酸背痛，这点我袂甲你计较。啊，不过西装的干洗费，啊，佫有开车来油钱啊，袂当省哈。阮检察官赚的，无比恁律师佫较济，一点钱赚五千。阮公务员拼一工拢无五千啊。杜姐，看起来你嘴巴都顽皮，趁钱嘛，一家拢讲出来。 就要这条件，要两千美元的代志，交我来做就好，你莫跟我骗。歹势，只有这个代志我袂当答应你，因为我甲你同款，有袂当无六千美元人的理由。嗯，过即马我阁袂当甲你讲。